王一博在湖南卫视跨年彩排中意外踩到了胸贴。在湖南卫视的跨年彩排中，王一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却没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插曲。在彩排过程中，他突然踩到了一个不明物体，仔细一看竟然是胸贴。王一博的反应非常冷静和幽默，他毫不掩饰地轻轻撕下胸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全神贯注地彩排。这一幕被观众和工作人员记录下来，并迅速在网络上传播，网友们纷纷表示这是他们笑得最开心的一次。王一博的舞台表现力让人惊叹。在微博之夜一周综艺短视频的报告中，王一博仅凭这就是街舞这个节目的官博视频就获得了 1.12 亿的播放量，位于榜首，而其他参加节目的艺人们则需要再加上其他节目的播放量才能达到这个数字。王一博的才华和本能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他的舞蹈才能和良好形象让他成为了娱乐圈的新星。